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中和的好吃好吃好吃，这是这一间店的招牌，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。然后那不好停车要注意啊。店家有养很多这个肉肉植物，然后生意超好的啊。好，那这是全部的菜单。很久没有来了。好，那这个是很漂亮的菜单。好，店都很文青的感觉。好，那第一道是这个小黄瓜。我觉得刚刚好，刚刚好，不会很甜，然后微微的酸，然后还有蒜味啊。然后小瓜这样拍的很入味啊。有酸，有辣。那就是有给他腌一段时间了，没有马上就出来。好吃，好，在本日主角满版的羹饭啊，我觉得餐点都很用心啊，好大碗。好吃，嗯，很好吃啊，这中卷很新鲜，好，微微的酸，微微的甜啊，这个很，啊，很传统的，好吃。明天这个是炒过，炒过再去做羹汤的。好，赞。中卷就新鲜美味啊，好，这家在中和就是很有名的宵夜店家，好吃。它料都炒得香香的，就像之前的夜市那种生炒花枝一样。
好，赞。个人相当推荐，好吃。啊，不愧是这个综合在地名店啊，赞。好，这是这里最著名一道炸虾饼啊，来吃吃看。它这样一份是200，哎呦，啊，里面料超多的。嗯，好吃。这个超厚虾饼吃起来过瘾，满满的料。赞。然后这个外皮炸得很酥脆。感觉两个人点的菜的话，好像整个桌子都满满，就整个桌子都是菜，对啊，稍微挤了一点。哦，炸得很酥脆啊，这虾饼好吃。蛮值得推荐的，但餐点是都很美味啊，好吃。好，那再喝看这个说很认真的落花茶。好喝，然后每一口都很酥脆啊。好，这个洛神花茶就酸酸甜甜很浓郁，要不要喝喝看？好吃，好，再是这个蛤蟆汤，好，感觉也很新鲜。汤头清甜，蛤蟆新鲜啊。好吃。蛤蟆鲜甜，然后汤头就是清爽。好，不错哦。好，很推荐各位朋友来吃吃看，蛮好吃的。你刚刚吃的那个里面还有地瓜、哦。
嗯。你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好吃。嗯。好，那觉得最好吃是这个虾饼，虾饼，虾饼里面料蛮多的。真材实料，那边这个虾泥就很 Q 弹，好赞啊！啊，觉得相当不错啊，就是今天这桌子比较小了一点。选择这个比较不错的。嗯。好，那各位朋友可以来吃吃看啊。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